邀请基隆市议长的秘书杨文和杨秘书为我们致辞，我们先欢迎杨秘书。张教授，我们艺术学会的张教授，张理事长哈，还有我们今天非常多来自四面八方海峡两岸的这些大师哈，哇，真的我一饱眼福哈，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还有现场很多很多哈，来自两岸的一些学者贵宾啊，那今天很高兴哈。请代表我们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年，那么前来致意跟祝福哈。议长昨天在开我们今年度的大会音乐会，有特别交代今天的盛会，尤其我们李宗义李校长特别注重我们李校长他今天的邀请，所以议长特别就一定要赶过来，因为今天行程很多。那么看到今天这么多的大师，这么多的艺术家在我们基隆市文化中心办理这么盛大的一个艺术联展，真的很高兴哈。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议会这么严肃的一个殿堂哈，如果也能够哈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岁末的一个艺术联展，也是蛮不错的哈。那我会跟我们议长做一个建议。那我想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展览，我们待会也可以一饱眼福。那也可以请教这么多的大师，在艺术的一个创作领域有什么样可以哈，能更提升我们基隆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气息哈。那我想在这边，还是祝福我们今天的整个活动能够顺利圆满，也祝福现场的贵宾来到我们基隆啊，都给我们基隆一些加油打气跟鼓励啊，都给我们一些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气息的一个提升啊。最后预祝现场所有的贵宾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再次的感谢，欢迎你们，谢谢。